三三口前进。啊，走到龙龙山吧。嘿，哎，这里碰到岔路，那边不晓得从哪里，我们沿着水泥继续走。九至二号吗？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答对了。老寮街九至二号，这个树好像叫树起。竹林了，哇塞！跨过，嘿咻！什么东西被我踢到掉下去了？过把人，当然这边的确人吓人，会吓死人。忽然间回头望，哇塞，芙蓉海边，整个海湾非常的清晰。继续上灯，老房子，以前的房子旁边都会种树林，看到一栋荒废的民宅，哇，这在以前一定算是富有人家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种独菌菇，古早的夯瓦，蓝天队的地标，老寮坑，高沙楚，很漂亮。根楼，从这边的石阶往下走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哎，真的很美。小心走，过了一个山涧，超级美。然后又是整木的阶梯。小心啊。
即将到五岔路。前面开始有透光的地方。难道这里就是五岔路？所谓的五岔路，五芒古道的南线，然后老寮坑芙蓉车站，就刚刚来的那个方向。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往红龙山，那这个方向是老蓝山。老蓝山是往那边走，左边。哇啊，这里有石阶上来耶，不晓哪个方向哈。啊，远方就是毛澳，哎，毛澳的那个毛澳湾，我就听到车的声音，所以这里是一个公路岔进来的地方吗？好，哎呀，哎，真的是公路哎，哇，嘿嘿，好宽敞的公路。是往灵鹫山的公路，超美的。山雕峡灯塔。这个反光镜的旁边，回到五岔路。往龙龙山的方向。往下走，巨石。为什么这么累？我忘记我早上去爬过圣母山庄了。哎，来回已经大约11-12公里，现在又来走五芒古道。到平缓的山径，都不能说大话，马上又要上灯了。目前为止最陡，真的耶！啊，看那个绳子交错，好多登山步条。这里写什么？龙龙龙山还有20到25分钟。20分钟，25分钟。还那么远？龙龙池，往这边过去，视野一级棒。470公尺，加油！470公尺哦，好，那也快到啦。好，啊，就是这个让人吃尽苦头的
陡坡。好，来到能线上了，希望龙龙山的视野不会让我失望。龙龙山就在对面，剩下400公尺的路程了，一山又一山呢。哇，无敌海景，薄雾笼罩在那个山雕岭，那个马岗山上面，超美的。比无敌更无敌的观景台啊！有一颗石头，真的也视野更好，傲天下吗？好啦，那个就是龙龙山的山顶了吧。12公尺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看到三角点了，啊！哎呀，可爱的龙龙山，啊！三角点，攻顶成功，耶！14点23分，我们终于攻上了龙龙山。现在周围都是雾气，恐怕也看不到360度的视野，而且我们时间不早啦，要赶紧下山了。好，龙龙山海拔433公尺，山等三角点，编号977。出来喽！